其实这两天我真的想了好多，我觉得我再也不可以对你这么不公平了。其实爱，有的时候并不一定要拥有它。学会放手，你就会发现，你可能比以前更幸福、更快乐。你知道那个在乎的人开心、快乐，你的心里就已经满足了。所以梁峰，我觉得你应该学会放手。聪儿，我要感谢你今天愿意跟我坦白这么多，但我也要告诉你，你若恋爱了，我就等你分手；你要是结婚了呢，我就等你离婚；你要是不离婚的话，我也会一直等下去。总之，我只有一句话：我对你的爱，至死不渝。小薇啊，从小到大，你今天是最漂亮的一天。真的吗？那当然呀，师傅啊，真的为你高兴。阿姨，小薇，我带俊杰来恭喜你们。恭喜啊！谢谢阿姨，恭喜恭喜！谢谢。俊杰啊，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谢谢你，你不仅帮我们筹办了婚宴。而且还专门腾出一间客房为小薇化妆休息呀！那今天晚上多喝几杯哦。一定一定，别客气。怎么样，这个房间还满意吗？阿姨，俊杰跟我哥是多年的好朋友，今天晚上他爸妈也会来。哎呦，是吗？太好了，你们实在是太赏脸了。哎呦，我们家浩啊，真是有面子。小薇，哇，你真是太漂亮了，是我哥帮你选的。我先去个卫生间，你们先聊。好，好，慢点。哎，你们坐，来，坐。没什么呀，只是刚刚我经过精品店的时候看见它，我觉得你一定会喜欢。两个一模一样的招财猫。这难道是巧合吗？陆家浩，我有事问你。
你不是化妆了吗？好端端跑这儿来干什么？你是不是买了两只招财猫？你一只送我了，还有一只呢。这是怎么就扯到招财猫身上了呢？为什么会扯到招财猫身上？我以为你买给我是真的为了我们店的生意兴隆，但是你为什么要买两只一模一样的呢？你还把它偷偷的送到花店去了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和林聪儿一直在暗中交往？这事并不是你想象中那样的。不是我想象中这样的，那是什么样子的？你今天倒是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啊，否则我跟你没完啊！我，不是，怎么了？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，你能不能等今天咱们结完婚以后，我们回家再慢慢说呀？陆家浩，亏我这么相信你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好啊，我们今天就当着所有亲朋好友面前，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，你是不是一脚踏两船？我的确有跟聪儿，就是喜欢过，这够了，陆家浩。心里永远都忘不了聪儿，是不是？我永远都取代不了聪儿在你心中的位置，是不是？既然这样，你为什么还要娶我呢？为什么呀？我成全你们好了。小薇，哎呀！哎呀！要这么小气呢？啊？那个招财猫，也许是他们自己买的呢。嗯。你呀，不要再钻牛角尖了，知道吗？要开开心心的嫁给家豪。
把家浩给叫出来，他现在正忙着呢。我知道，可是我有一件对于他来说非常重要的事，所以麻烦你了。哦，我去告诉他。江浩，你去哪儿了？我一直在找你。哎，有个人说一定要在婚礼之前见到你。 谁呀？不会是林聪儿吧？哎呀，想什么呢？你希望聪儿来把婚礼搅乱吗？当然不是了。干嘛那么神神秘秘的？既然人都已经来了，就请人家上去喝喜酒啊。是梁峰，他说有很重要的事情跟你说，让你务必去一趟。 江浩啊，你们看一下，他还是找你了。他去找我吗？我不知道，都等着呢。我没看见。哎，星辰，哎，桃姐，江浩去哪儿了呀？刚才他还在这儿呢，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？对啊，我看他出去了，是不是去洗手间了？我去了。哎，哇，新娘子太漂亮了，你绝对是今天的最佳女主角。哎呀，别闹了，刚才在洗手间，你有没有看见江浩？
梁峰，你走那么快干嘛呀？你知不知道你把这个授权书交给我以后，我可以拿去干嘛呀？那份文件对你来说非常重要，是我从我爸那儿偷来的。不过，我爸把这份文件上的时间做了修改，趁你和你爸失踪那段时间，掌管了月华的大权。所以你还把它交给我？是你的终归是你的，而且，谎言始终掩盖不了真相。谢谢你，我真的有很多话想跟你说，就是不用了，祝你新婚愉快。我觉得嘉浩肯定是逃婚了。怎么可能？嘉浩不是那样人。你说这人好端端的，怎么就失踪了呢？小伟，请你原谅我，梁峰现在有危险了，我必须得救他。谁的电话？你怎么不接呢？不知道，这个号没印象，好奇怪。不要管了，都这个时候。哪位？梁焕良。沈国森，你儿子现在在我手上，你想的活命的话，就乖乖拿1000万来赎人吧。沈老三，你以为我是3岁的孩子？你现在是被通缉的要犯，你蒙我呢？哼，不相信？那我发张照片给你看看吧。回事儿？沈老三绑架了梁峰，他让我拿1000万去赎人。你不能去啊，梁哥，他是冲着你来的，你这不是拿钱去送死吗？洋洋，我得去。
如果梁峰出了问题，我这辈子不管走到哪儿都没法安心的。他是我儿子。可梁哥，我肚子里的也是你儿子啊！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向你保证，我就把这事处理完，立刻回来。房卡我已经盖好了，在这儿等着我。 小薇啊，你给嘉浩打过电话没有？时间都已经过了，他到底跑到哪里去了？他不会什么都不交代就走的，我不知道他去哪里，我们再等一等吧。小薇，青山，青山，你到底知不知道嘉浩去哪儿了？不是，嘉浩去接一个朋友，他马上就回来。朋友？什么朋友这么重要啊？现在婚宴都已经开始了，所有的人都在等他。哎呀，真的分不清主次啊！ 青山，你快告诉我，他到底去找谁了？小薇，你别误会，是梁峰，但是梁峰不知道怎么他就走了。嘉浩一定要找到他。瞎扯淡，有什么事比结婚更重要啊？不是，他到底是去见梁峰了还是借口开溜啊？不是，你们都误会了。嘉浩他不是这种人。不是有人得找回来呀、啊！你过来说不是，小薇，小薇，小薇，我不去吧。有什么事情呢？让他们两个人在外边说清楚。臭小子。 梁叔叔，他怎么了？他被捅了一刀，我们赶紧送他去医院。走，走，我去开车。 车，嘉浩，我命令电良风，嘉浩，把梁峰送医院，一定要把他救活，拜托了。好，嘉浩，一定要把梁峰救活。
杨峰，撑着点，没事了，马上就到医院了。怎么样啊？找到小薇没有？没有，给他打电话手机关机。那加号呢？之前是通的，现在也关了。这两个人到底怎么了？那小薇究竟跑哪里去了呢？师傅，你也不用太着急，他们两个都是成年人，不会出事的。小薇就是接受不了加号当着这么多亲朋好友的面逃婚，你说那面子往哪儿搁呀？那要我直接买机票走人了。这样吧，我们两人一起去找吧，走走走。杨峰，杨峰，你要撑住，不能睡，到手术室了，你不会有事的。撑着点，你一定要醒啊。相信我，我给你承诺是真的，我要跟你在一起，这一辈子都要跟你在一起。你还愿意嫁给我吗？你说这人好端端的，怎么就失踪了？我觉得嘉浩肯定是逃了。有没有人跟你说过，明天在雅秀酒店有嘉浩和小薇的婚礼？这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，哈，我们明天就要结婚啦！你明明就忘不了他，你不必要在我面前掩饰什么。小薇，你，哎，小薇，小薇，你让开！你在找什么呀？嘉浩呢？你把他藏哪儿了？我没有见过他呀，他不是应该跟你结婚的吗？青山和我说的，是梁峰来找过嘉浩，他们见面之后，嘉浩就再也没有出现在婚礼的现场。为什么？梁峰是有一份很重要的文件要给嘉浩的，再重要的文件也比不上我们的婚礼重要啊！你别着急行吗？我问你，是不是梁峰答应你替你带走嘉浩？你怎么会这样想呢？因为你不甘心，你心里还爱着嘉浩，对吗？你说话。对，我是还爱着陆家浩，没错，但是我也只能把这份爱藏在心里，你满意了吧？那又怎么样？和我共度一生的男人心里永远都住着另一个女人，
论我怎么努力，用什么方法都没有办法消除你们那段记忆。为什么我要接受这么不完整的爱情？为什么我不可以完全的拥有它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总是阴魂不散的出现在我们的世界里？你以为我愿意吗？陆家浩他也是我这一生的最爱，但是他现在跟你结婚了，我没有过怨言，对吗？你还要我怎么样？你不要跟我装无辜了，林聪儿。明明就是嫉妒，你处处耍心机，处处搞破坏，你就是见不得我和家浩幸福快乐。现在他逃婚了，他不娶我了，你满意了吗？他是不是逃婚，是不是不娶你了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但是你不觉得你不应该来这里来找人吗？我问你，这只招财猫你是哪儿来的？问您三天前带回来的。你撒谎！三天前家浩又送了我一只一模一样的招财猫，说是林炳爹仅有的一只。但是陆家浩都没有跟你说他三天前他碰到谁了吗？他在礼品店碰到了温妮，为了感谢温妮曾经帮助过你们，他说要帮温妮结账，可是陆家浩根本就不知道温妮也选了这只招财猫。好，你觉得这只猫碍事是吧？没关系，我可以不要。小薇，师傅，小薇回来了。昨天早上，我才和家浩一起跪在他父母的遗像前磕头，我当
我是心里好踏实，以为自己终于可以成为陆家明正言顺的媳妇儿，可是没想到，在短短的一天，嘉浩就从婚礼上消失了。那你真的认为？ 嘉浩是在逃婚吗？我不知道。可是仔细想想，我好像从来都没有了解过他。都怪我自己，我一厢情愿，我自作多情，我就不应该来中国，我更不应该来找你。我和嘉浩在新加坡邂逅。 就是一场美丽又纯真的爱情。那时候他虽然失忆，可是却是一个憨厚耿直的老实人。我们一起生活，一起顾店。那两年的日子里，我很快乐，也很幸福，因为我没有顾虑，我们也没有烦恼。 什么都不用考虑，我天真的以为他就是我的白马王子，我甚至想要跟他过一辈子。可是没有想到，一场意外，他又恢复了记忆。 我以为只要我陪他找回了记忆，我们的感情是不会受任何影响的。可是谁知道，其实我的梦早在那一刻就已经破灭了。 站在原地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义无反顾地来到了这里，可是我再怎么努力，我也没有办法融入他的生活。我不知道他过去发生了什么，我也不知道他要面对什么样的困难。可是我慢慢地发现。 和他前女友的感情竟然是那么深刻，甚至超越了我和他的爱情。嘉浩啊，就是一个情深意重的这么一个人，这是他的优点，也是他的弱点。是。 就连我和他一起开海南鸡饭店，一起做生意，那都是我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。他回来的这些日子里，我不知道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。他是要夺回失去的月华，还是心甘情愿的跟我一起创业？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吧？他有太多的牵挂，但是这不是他的错。是，没错，错就错在我们根本就不应该相遇。他在婚礼上消失。 我第一反应就是他为了聪儿不要我了，所以我去了花店。可是我发现只有聪儿一个人在那，我把所有的气都撒在他身上，甚至逼着他摔坏了嘉浩送他的招财猫。什么？原来你去找那个女孩子去了？哎呀，小薇呀！
你怎么那么冲动呢？啊，你这么做呀，只会让佳浩到他的身边，你知道吗？师傅，这枚戒指是佳浩送我的，可是却是他花了钻戒来换来的。虽然当时我们的误会解开了，可是每次看到这个钻戒，我都会想到佳浩向聪儿求婚的画面。我再怎么努力，也没有办法取代聪儿在佳浩心里的位置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就没什么好劝你的。也许你今天的退出是对的，与其三个人痛苦，还不如两个人幸福。小竹有思念的空气，是你哭泣声音很小心，温暖的咖啡屋没人听，他唱得太过用情，曲折的不知我和是离人匆忙看不清，冰冷的房间里很安静，谁笑得没有表情，有人唱着不离分，有人忘了他的魂，思念总让人暗自伤神，零点零几分，窗台上有谁的梦，回放着不敢触碰，终于我看见哭着思人吻着他的吻，思念总让你爱恨翻滚，零点零几分，结局总会很感人，他会出现在凌晨。